知名科幻小说《三体》要拍电视剧了。广电总局五月电视剧备案公示显示，剧版《三体》由上海游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预计今年九月开拍，共24集，剧情基本与小说第一部相同。作品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、生死搏杀，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。第一部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